Hello， 大家好，我是青青蜜子青，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啦。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呢，我已经购买了一段时间了，我一直在使用。我想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竟然是我最近一年买的 LV 单品里面最性价比高的、最实用、用起来最多的一个产品了。那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喽。为了有仪式感，我还是把它装进了盒子。当，给大家打开看看。当，那它呢是2021年走秀款的一个三件套，它主要一个构成呢就是一个 LV 的口罩，然后呢一个小的袋子，还有一个小方巾，这三件套。那大家看过我之前分享的视频知道，其实我这个动物园系列啊，买了好几个东西，包括那个手拿包送给我老公的生日礼物，然后呢还买了一个猴子包，非常可爱的猴子，以后等我儿子长大了给儿子背，然后呢动物园系列的那个银色的领带也是作为我给老公的一个礼物送给他的。那这个应该是他们这个系列的第四个产品。其实当时他们刚刚到这个货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他们在整理这个动物园系列的衣服呀，然后饰品啊、包包之类的。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口罩，我说能不能给我试一下？然后那个销售跟我说，哎，不要买这个，这个不实用。然后我当时就听了他的话，我就没有买。后来呢，回家老是想到这个东西。它有三样，它的价格才64万韩币，也就是说3000多块钱人民币。按照这个 LV 的产品来说，它是不贵的。那按照普通的口罩来说，它还是挺贵的。平时我们如果买一个就是这样的小方巾，差不多也要1-2千块钱。然后买一个袋子啊什么的，总是要差不多1000以上吧。那这三样东西加起来3000多块钱，而且它是一个限量版的，图案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我觉得这64万韩币还是挺值得的。它这个系列呢，这边是一个黄色的，这边是一个红色的，它这个松紧是可以调节，所以这个款式设计还是非常可爱的，相对之前的他们的口罩。因为它这边是上下两边都会有这个抽带，这个下面也有一个抽带，然后同样的反方向也是这样有一个抽带。那这个抽带呢，可以就是像链条一样把它挂在脖子上，把它系上来，这样就不容易丢了，就不用再买口罩链条。然后这个下面的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挂下来，同时你们也可以把它用来绑头发，随便你们都可以，作为装饰也好，绑头发也好。然后呢这两边的话可以挂耳朵的，它可以调节松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套一个医用口罩，这一款的话套在里面是刚刚好。然后这个口罩这边上下也是可以稍微拉一拉，调节一下宽度的。然后不用的时候，大家可以就直接就是把这个口罩把它挂到脖子上就可以了，当了一个链条一样的作用。所以我现在出门的话，基本上每天都会把这个口罩给戴着，它真的很实用，每天必备，使用率最高。大家说3000多块钱性价比是不是最高呢？不只是一个口罩，还有这样的一个小袋子，可以把平时把手机啊什么都放进去都没有问题，放个皮夹，放个手机，放个蓝牙耳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同时我们可以把它用来系在脖子上，挂到脖子上，然后这个上面的这根呢从这儿穿过来，下面的保持不动，下面的这根呢保持平整，然后把它从这儿穿过来，这样就系好了一个结。这样系的话这边会比较平整好看，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旁边去，然后呢再戴上我的口罩。好啦，我今天呢就要这么出门啦，记得关注青青蜜子青，有什么问题呢给我留言，记得多多互动哦，拜拜。